我帮你吃一些好不好？不要。那是科学面，要一个一个这样吃啊，好像小鸟啊，太好吃啦！啊？不？你打算再玩这个陀螺？那你跟妈妈比赛谁赢的？啊，怎么变在帮小花穿内裤？啊？我心里在偷吃面面，对呀，很好吃吗？好吃。那你们午餐吃什么？馒头。午餐也吃馒头啊，那还真的蛮好养的，很省哦。里面跑出来了，面面的饼干哎。王子那个是科学面，里面的饼干就是科学面。对呀，科学面意义很你有奇吃过怪。科学面饼吗？有啊，我小时候我都吃啊，那时候大包的一包才3块还是4块，3块而已，还是5块。3块大包的，现在大包的要卖10块、12块了，吓死人了。11块来。没有11块啊，11块是大陆山寨版的哦，十一，